韩星亦复潮 ，SJ 金希澈扮公主，仲靓过女人啊！这个背影唔通就系传说中《冰雪奇缘》嘅 Anna？ 但系边个女星扮佢呢？咩女星啊？佢系 SJ 嘅金希澈啊，男人嚟噶猪。哇！乜佢扮 Anna 公主仲靓过女人噶？有冇搞错啊？你咪睇 Super Junior 喺舞台上好似好 man 咁，其实佢哋不知几中意扮鬼扮马，而且仲有副扮女人嘅病态噶。希澈扮过，成敏扮过，连一身肌肉嘅始源都扮过女人噶。唔止 SJ 啊，其实 K-pop 界都仲有好多明星扮过女人，例如 SHINee 嘅全部成员都试过扮女学生噶。哇！扮成女学生嘅泰文好似仲清纯过一般女人咯。男人着女装都仲靓过女人，呢个咩世界啊？仲有啊，今年年初 Girls Day 跳 Something 未劲 sexy 嘅，韩国男明星都照扮埋一份噶。你睇下 BTOB 嘅文客，眼神到动作都劲性感咯。最劲爆嘅系今年八月嘅 SM Town Concert， 呢四个歌手所跳嘅心情。呢四个系，佢哋分别系东方神起嘅 Chairman、Super Junior 嘅圭彦、EXO 嘅 Suho 同埋 SHINee 嘅文豪，喺度都忍唔住尖叫啊！哇哦！好彩大部分都系靓嘅啫，边似得香港个阮兆祥同埋黄祖蓝扮女人咁核突啊！